光镜来不及视频啊。没有，我把它传到网上去。上网上视频？传到哪里呢？土豆里面可以看到，专业的打那个手机壳的。不太清楚，校正我没搞。反正德国人如果说有骑行的话很难搞。他们生产的钱没有去吗？有骑行。很难搞。诺基亚的。呀，把帅哥也拍上了。帅哥。完了，明天你出名了。嗯。在摆上了吗？网上看得到。这个达标。我是两个打摸沙面的，多少秒？44秒。那比较快啊！打这个面的话，面比较大，比较难打。光纤激光打的地方，光纤激光打的地方正在雷标数一万，这星云箭度的。